事情吗？有被骂，被教练骂。受伤吧，所以你们现在就要好好保护你们自己，不要没有卫生巾。我在你叫什么？我当时屁屁，你当时屁屁，我弟弟叫我当时屁屁，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我当时屁屁，我当时屁屁了，我上课我当时屁屁，我当时屁屁的课我当时屁屁。太雅话妈妈怎么讲？我当时屁屁。雅雅念一次。雅雅屁屁，雅雅买头，雅雅买头。你跟谁学的？还跳舞的是屁屁，哥，我不是当小兵吗？哎，我还没完。刚刚大家都在走来走去，你不抢，那是真的我抢的。大家是球员。哪里轮到你了？我请问你一下，你在拍摄吗？管理面好不好？也没到那个下面去啊，你现在怎么样？我们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嘛，就是我们过去的有比赛的人，连家长都很安安。你刚刚讲那里面，现在又讲这边，你刚才讲河堤上面好了。陈冠，你最大是不是？然后家长都下来了。家长是家长。也有民众啊。家长是家长，麻烦请。办什么人民杯啊？歧视原住民是不是？没有歧视原住民。现在什么事情？我们要到里面去嘛，主办单位怎么样？对，守法嘛。我照规定，我现在在草坪上怎么了吗？那边不是也有家长吗？家长是家长。也有民众啊，还有人遛狗啊。公主现在哪里？你跟我讲。这里啊。你上面牌坊怎么写？你去看。你的公主现在管制区在哪里？你跟我讲。刚刚走来走去，你都没有讲。我现在到里面，你请我出来。我现在在外面，你又在赶我，什么意思？你本来就不能踏到红土区，红土是我们比赛区，你本来就不能进来。我已经是劝导你了，先生，麻烦请你理解这一点。我们接上了工作人员，我们就有。章程拿出来给我看，你的心意在哪里嘛？拿出来嘛？什么叫没有必要？空口说白话，你讲什么？不需要。如果说你是媒体的话，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妨碍自由是不是？我没有妨碍自由，但是这边是我们的工作区，旁边都有人呐、啊，还有坐里面的人呐、啊，怎么了吗？对，如果你真的是媒体的话，麻烦请你去申请你的媒体证。你在做什么？麻烦请后退，谢谢。请你到那边去，谢谢。你找警察来，请你找警察来。要叫警察吗？对，叫警察来。Udas pipi, udas y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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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i, udas yo. Udas,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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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Udas pipi, pipi, udas. Udas pipi, udas yo.
都说口爆哈，叫射在女朋友的嘴巴里面，那个怎么讲？那个，把汁汁让你点，滴到木有砂锅。把汁汁都木有砂锅。慢一点，慢一点。把汁汁一点木有砂锅。滴滴，不是那个音我听不清楚。把汁汁喊，把汁汁喊一滴你木有砂锅，喊一滴你。我有撒过，我有撒过。哎，内射怎么讲？有些男生那个，对，跟女生做爱会射里面，内射怎么讲？嗯，射在里面怎么讲？啊，妈，怎么？这这阿姨在偷听啊！啊，那个阿姨在偷听。对呀，射就是masyarakat 的 masyarakat sarang 再一次 masyarakat sarang masyarakat sarang 哎，好，他那个 A 片有个情节叫颜色哈，刚是内射，射到有些女生说射我脸上，射在脸上怎么讲？慢点说，慢点说呢，慢一点，慢一点呐、啊，没事，慢点说你 masyarakat 那sarang 的。Pak cerceran itu ni pising lawai aku cerian. Oh. Pak cercer dah. Pak cercer. Pak apa semua? Jauh. Pak cercer lah. Pak cercer lah. Ini itu ni lawai aku.那互相保留证据嘛，你要保留一个证据没关系，你就拍，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他拆掉，好，那个电先拔掉，好不好？你这涉嫌盗什么东西吗？你赶快去拆，你不要再拍我，我有权利哦。你也在录影嘛，好不好？你去拆了，赶快去拆了。哎，我知道我会去拆。那先生，你刚刚就这样，我不知道你现在，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就直接拔掉，好不好？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所有财产，好不好？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你先把它拆掉，好不好？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你让你拆掉，这是你的窃占。
炮友怎么翻？乌拉拉木恩，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一些啊，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你们没有资格这次赛事，麻烦你向县政府嘛。这两队教练哪个学校名字报出来嘛？啊，我现在就不让你拍、啊。为什么不能拍？不能拍我学生啊，我有肖像权啊，你为什么要拍？那你们不要比赛啊？为什么不要比赛？比赛是县府办的，你要申请摄影证，请去跟县府申请。现在都有手机，我们有大型录影机到场地里面。啊、你经过我们同意才能拍啊？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那你去提告嘛？什么提告？你去提告嘛？提告啊！我们现场就请那个，我们请法官来解读嘛。请我们警察人员帮我们一下哈，我们双方球员跟教练还有裁判都不愿意让他拍摄，这个是县府的比赛。会长，你听到连裁判都说同意，那你们全部是不是？哦，可以。哎、欸，大哥，他们都遵守，他们都不需要你拍。我没有违法、啊，你钻哪一条嘛？什么叫不同意？那你们去离开美伦国中自己去比赛嘛？不需要你拍啊！你这什么机会啊？离开啊！嚣张跋扈到这种程度哦！可以麻烦你离开吗？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没有违法、啊。大家都是好好的跟你讲，请你离开。不要影响我们赛事的进行。你不要影响足球运动发展好不好？对职员、选手、家长之外，群众就是观赛，眼睛看，不是录影。请问您是要当群众来观赛？麻烦请你去做裁判好吗？你管太多了。麻烦去做裁判，你管到太多了。裁判长、欸哦，这是我们的裁判长，一样啊，要服从法律嘛，一样的做法嘛，哈。对啊，哎、欸，要录影，请你去跟县府申请录影证或是记者证，啊、否则就请你做好你的。我们没有到场内，谁旁边的人本来就可以录影，那不是大台，是家长到里面申请，你不要自己解读。好不好？我没有自己解读，本来就是这样。你不要公器私用，利用警察来弄我。麻烦你去执行做你的裁判工作。好的，来，我们请那个总干事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哦，拜托拜托，不要这样子、啊。好、哦，不要影响我们检察长。嘿，你看到没有？教练说，让裁判为难。裁判跟教练根本不认识我，那些原住民教练。对我有偏见，不准我拍，其他的有讲话吗？对对对对，对。好了，人家快比赛快开始了，你要嘛你就是退到后面那边去。我就这个距离，我没有违法，我是搬法条出来嘛。你也是有时候会误判，你也是搬条例出来嘛。我们没有违法。他们现在。大会他们他不高兴他的事情，他们租借这个场地在办活动，县政府运动这是公家活动，不是他们私人 club 俱乐部 club 俱乐部啊、哦，不要误解哦，拜托。因为疫情关系啊，他们就只有限定家长啊。外面已经讲过了，实名制登记，我照规定了。实名制登记。好了，不要跟我讲这个，我已经讲了嘛，那边有去查嘛。不是啊。干爹娘，阿美族语怎么翻译？阿里半孤音啊，你说抠鼻怎么讲 ？QQ one 不孤僻。
吹喇叭怎么翻？咪滋滋，嘟棒啊！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啊？咪苏拉苏。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咪阿里。很爽怎么讲？打苏爱。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咪阿里拜嘟，打苏。爸爸嘞？没有啦，刚笑的啦。男生不是叫房啊？没有啦。啦你就说谁会教这个？嘴巴
怎么讲？逛，就能逛 BB 就好了。笑，怎么那么凶？先交给。男生的器官怎么讲？不大。女生 BB。小声，小声一点，还有背号。不大 BB。你给我小声一点。不大 BB。大 BB。好了。很爽，怎么讲？啥了？嗯啊。啊，还很舒服，打了恩啊。射精怎么讲？你我打你恩了。啊，另外一个方言是，你我打你恩，就是我都要来了。快射了怎么讲？你我打哦。不能说快一点，那怎么讲？加加不？插深一点要怎么讲？就比方说那个竹子要插在洞。巴达拉就喂哦。啊喂，巴达拉就。嗯。巴达拉就。啊，你叫什么名字？嗯？你叫什么名字？勃起天尊啊，你叫什么名字？勃起天尊啊，你叫什么名字？勃起天尊啊。你是菲律宾来的吗？嗯，你是菲律宾来的吗？印度花岗吗？花岗屌神。你们今天还有比赛吗？有，在哪个场地？在屌神的那个场地。干你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Mahi Busu。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马努卡达安苏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大爷跟努比比苏。不用拍了，这不用拍了，这。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妈，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妈。到几百，你妈没有告诉你妈，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妈，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妈。你是超级棒。